就是由宜兰来的病人，他刚刚验孕成功，然后很开心从宜兰三星，我们看到这里写宜兰县三星地区农会。他上次送我一把是没有割好长，这样甩一甩会有那种很，你有闻到葱的味道吗？三星葱，你会不会觉得比我们西部的葱比较大大哦？他说做葱饼或煎蛋啊，或者他的那个相关产品是什么？应该是葱油饼，或者是直接炒蛋黄。三星葱，我会送他美香珍，真美珍，真香珍，什么香珍的蛋黄啊？新香珍吗？新香珍的蛋黄是，其实偷偷告诉你，它比它普洱家比普洱家的好吃。哎，我们这种在地人才知道隐藏版的美食是在普洱家的隔壁，所以大家都排错队了，应该去排新美珍，不是排普洱家。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好吃。